今天我就會做依個嘅荞麦面嚟做一個嘅沙律，因為我哋又有少少依個薄荷葉落去啊，又有少少依個紫蘇啊 basil 落去啦，咁啊整到會比較野味少少啦。其實咧，每一個結婚蛋糕咧都係度身訂做嘅，佢自己中意嘅嘢啦。咁有啲係用中意西式嘅糖皮包嘅，咁我但係如果佢係中國人背景嘅，我哋做到佢薄一薄啦，咁啊唔使。綠味天地，星期日晚上8:10。